好，我们继续开会。这个不当党产处理，他是亲民党党团尚未提案说明，我们等这个亲民党党团到的时候，我们再请他做提案的说明。那我们现在进入逐条审查，请宣读条文。那个、来部长，等一下马上来，等一下宣读完他马上到。哎，他现在在报告了，马上来。哎，请哦，这个时间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请宣读。来，马英啊，等伊来了，点伊来了，有甲讲啊。我讲林德武作秀去的，叫伊爱水来。好，来宣读条文。宣读条文，国民党党团提案，名称《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我、哦、跟各位报告，大概要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哦、所以假如这个各位有事情要处理啊、哦，这个40分钟后啊、哦、再回来继续来。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名称《政党积极赋税组织不当财产处理条例》。亲民党党团提案，名称《政党积极赋税组织财产调查暨处理条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一章总则。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一章总则。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一条，为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政党财务状况，确保政党之组织及运作符合民主原则，特制定本条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一条，为处理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取得之财产，以实现转型正义，促进政党公平竞争及巩固民主宪政，特制定本条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一条，为全面调查及处理政党及其附属组织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强化多元民主政治，特制定本条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四条，不当取得财产之处理与权利回复，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其他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条，政党及其附属组织财产之处理，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现行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党，只由中华民国国民组成，以共同政治理念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协助形成国民政治意志，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依法完成备案及登记之团体。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党，指于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二、附属组织，指现由或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团体或机构。三、不当取得财产，指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背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属组织取得之财产。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党，指于人民团体法设立登记并曾接受政党补助款之政党。二、附属组织，特定政党控制其人事、财务、业务经营，或配合特定政党施行绕军、党务活动之盈利或非盈利性法人、团体机构、公司。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为内政部。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四条，政党之收费及之经费及收入，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其来源如下：一、党费；二、依法收受之政治现金；三、政党补助金；四、政党为宣传理念或从事活动所为之出版品、宣传品销售，或其权利授予、让与或所得之收入；五、其他依本条例规定所得之收入；六、前五款规定之孳息。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一条，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于本条例公布之日所有之财产，除党费依法取得之政治现金、依法领取之竞选费用补贴及其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财产。政党或其附属组织于中华民国90年4月6日以后，以无偿或显不相当之对价处分之财产一同。前项财产包括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以信托、借名或其他类似之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之财产。前二项推定之不当取得财产，于本条例公布施行后，除因履行法定义务等正当事由而经本会同意者外，禁止处分之。前项禁止处分之财产，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查封登记。第三项锁定正当理由及同意条件，由本会另定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四条，政党于本条例公布日所有之财产，除自行举证并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可之财产、党费、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补助款、政党补助款及其孳息外，推定为非法之财产。
民国34年8月15日以后，后以无偿移转信托关系登记第三人或明显不相当对价处分之财产一同。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政党之会计年度采历年制，会计基础采权责发生制，并应设置账簿，详细记录有关会计事项。各项会计凭证，除应永久保存或有关未结会计事项者外，应自该会计年度结束起保存七年。会计账簿除有关未结会计事项者外，应自该会计年度结束起保存十年。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政党应于每年5月31日前向主管机关提出上一年度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前项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规定如下：一、决算报告书；二、收支决算表；三、资产负债表；四、财产目录。第一项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应由政党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会计师查核签证，并提经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但当年度未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者，应于书表上加注，并于下一年度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提请追认。主管机关应于受理第一项财产及财务状况决算书表截止后45日内，会诊列册，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并公开于电脑网络。政党未依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申报或补正者，主管机关应通知其期限申报或补正。借其未申报者，未补正或补正后仍不符规定者，主管机关得注记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并公开于电脑网络。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政党不得投资或经营盈利事业，并不得从事第四条第四款规定以外之盈利行为。本条例施行前，政党投资或经营之盈利事业，应于本法施行后两年内将其股份出资额转让或信托。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政党不得购置不动产，但供办公使用之处所不在此限。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政党解散后，其财产之清算适用民法法人有关之规定。政党财产清算后，如有剩余者，其剩余之财产归属党库。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四章，不当取得财产之返还与权利恢复。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条，本条例施行前，政党有违反法律或以无偿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而取得之财产，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因时效消灭不能主张者，得于本法施行后两年内依各该相关法律规定请求返还。前项应返还之财产，如已移转他人而无法返还时，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得请求返还相当之价金，其价额之计算，依取得财产时价额乘以物价指数变动率定之。第十一条，本条例施行前，政党取得之财产，主管机关任有争议之余者，应移请监察院调查之。监察院为前项调查，准用监察法相关规定办理。监察院认定前项政党财产取得不当者，该政党应于两年内返还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亦得依前条规定请求返还。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八条，本会得就经认定为不当取得财产，对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为命令返还之处分。前项处分对因信托、借名或其他类此之关系而为政党或其附随组织持有不当取得财产，或登记为所有之第三人，亦得为之。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中华民国90年4月6日后，以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处分，且经认定为不当取得财产，本会于无从命令返还时，得为追征价额之处分。依前三项规定返还之财产及追征价额，收归国有，但该财产源自地方自治团体取得者，收归该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四项之规定于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权利无影响。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无法自行举证并经本会委员会决议认可之政党或其附随组织财产，应命该政党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财产因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两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质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非经本会委员会认可决议认可且无法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之所有政党及其附随组织财产，应就政党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善意第三人于前条应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财产权、存有之租赁权、地上权或抵押权等权利，不因此受影响。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章，不当取得财产之申报与调查。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章，申报调查及处理。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二条，政党应于本条例施行日起一个月内，向本会申报其附随组织之名称、负责人及相关组资料。政党应于本条例施行日起六个月内，向本会申报该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于本条例公布之日所有之财产，以及其于中华民国九十年四月六日所有，但于该日后以无偿或显不相当之对价予以处分之财产，经政党申报之附随组织及其本会及经本会认定之附随组织，应于受本会通知日起两个月内，向本会申报其于本条例公布之日所有之财产，以及其于中华民国九十年四月六日所有，但于该日后以无偿或显不相当之对价予以处分之财产。前两项之财产，包括政党或附随组织以信托、借名或其他类似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之财产，第一项至第三项之申报格式由本会定之。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因故意隐匿或因重大过失而遗漏申报第二项至第四项之财产者，该财产受视为不当取得财产。第十三条，附随组织未经所属的政党依前条第一项规定申报者，得由本会依法认定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政党取得之财产应自行向本会申报并举证其来源。前项财产因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应申报。前两项应申报之国内外财产如下：一、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二、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三、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及对于各种企业之投资。前项之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由本会公告之。第一项及第二项之申报，应载明财产种类、取得日期及变动情形，其格式由本会定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政党于本条例公布日所有之财产，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禁止处分之：一、对于第四条规定之财产、党费、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补助款、政党补助款及其孳息之处分；二、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者；三、符合本会所定许可要件并经本会同意者。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情形，应于处分后报本会备查。第一项所定其他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由本会另定之。第一项之禁止处分为不动产时，本会得嘱托地政登记机关注记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七条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是应移转或追征之财产，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前项之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依法追究责任，追究其刑责。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四条，本会应依职权调查证据，本会基于调查事实及证据之必要，得为下列行为：一、调取政府机关或公务员掌管之文书；二、命政党其附随组织及所属人员提供相关之文书、账册、资料或物品；三、派员前往政党其附随组织及所属人员之办公场所、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为必要之调查或勘验；四、以书面通知相关之人陈述意见。通知书中应载明询问目的、时间、地点，得否委托他人到场及不到场所生之效果；五、要求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书、资料或物品；六、就指定事项委托其他机关调查。前项调查发现有与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之财产所在、来源、取得方式或处分行为相关之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必要时并得封存或扣留原本。封存或扣留属于政府机关持有之资料原本者，应经该机关主管长官之允许。前项情形除有妨碍国家重大利益者外，不得拒绝。各机关接受第一项第五款之委托后，应即进行调查，并以书面答复。第十五条，前条之调查应恪遵正当法律程序，以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为之。本会派员执行调查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调查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未执行前条之调查，本会于必要时得请各级政府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其他关于本条例所定调查之相关事项，由本会另定调查程序办法实施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条，本会之调查得为下列行为：一、向有关机关购调取卷宗及资料；二、要求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账册、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资料或证物；三、派员前往有关机关购团体或事业之所在地、事业
事务所、营业所或其他场所或个人之居住住居所为必要调查。四、以书面通知相关人员陈述意见。通知书中应载明询问目的、时间、地点，得否委托他人到场、不到场所甚至效果。其他必要之五、其他必要之调查行方法。前项调查发现有以政党或其附属组织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相关之资料者，得为复制、留存、备份，必要时并得予扣留或为其他保全之行为。本会派员调查执行调查时，应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其未出示者，受调查者得拒绝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六条，依第十三条规定，接受调查之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依第十三条规定，接受调查之有关人员，除有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得拒绝证言之事项外，应据其所知如实为所完全陈述，并提供相关资料，不得隐匿或虚伪陈述。本会对依第十三条规定，接受调查之有关人员，任有保护或豁免其刑责之必要者，准用证人保护法关于证人保护及豁免刑责之规定。该等人员为公务人员者，本会得决议免除其相关之行政责任。依第十三条规定，接受调查之有关人员提供，本会因其职务或业务之所知悉与政党或其附属组织之财产来源、取得方式或处分之相关资料者，不受其对政党或其附属组织所负保密义务之拘束，免除其因提供该等资料之法律责任。本会依第十三条规定进行之调查，涉及个人资料保护法锁定个人资料之使用者，视为符合该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及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定之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之事由。第十七条，向本会提供政党或其附属组织之财产所在来源、取得方式或予以处分等相关资讯，并因而使本会发现政党或及其附属组织遗漏申报之财产或不当取得者，本会得酌予奖励。前条第四项之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本会对于举发人之身份应予保密。第一项奖励条件、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由本会另定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九条，本会依本前条规定为命令返还或追征价额之处分前，应依行政程序法举行听证。本会于听证日期前所已完成之调查，应予举行听证日前七日前公布之，其内容视为听证记录之一部。第十六条之规定，于参加听证之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及其他到场人准用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二条，本会依第五条所为之处分，应先经公开之听证程序。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条，本会依第十八条规定为命令返还或追征价额之处分，以书面为之，除行政程序法第96条第一项所定事项外，另应记载下列事项。一、不当取得财产之名称及其现状；二、应返还财产之内容或应追征之价额；三、返还之财产或追征之价额受归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四、履行期限。前项处分书除依行政程序法规定送达当事人外，并刊载于行政院公报及行政院网站，并对外公告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三条，调查结果应经本会委员会决议后做成处分书，处分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一、处分相对人之姓名、名称及地址；二、受调查之财产及其权利现状；三、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事实及理由；四、有付款者付款之内容；五、本会之名称；六、发文字号及年月日；七、不服本处分之救济方法、期间及其受理机关。前项第三款锁定财产处理方式之主旨，应依第五条规定记载应移转财产之种类、数量、追征价额、履行期间及受移转之对象。第一项之处分书，委员会应定期主动公开。时代力量党团第二十一条，不服本会经听证所作之处分者，应于处分书完成送达后两个月之不变期间内，尽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四条，不服本会经听证所为之处分者，应于处分书送达后两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五条，本会得以本条例及行政程序法规定，订定调查程序办法实施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章，政党不当财产处理委员会。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三章，组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五条，行政院设政党不当财产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依法进行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返还、追征、权利回复及本法所定之其他事项。本会自委员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特任对外代表本会。
一人为副主任委员，职务比照检任第十四职等，其余委员七人至九人，无几职，经由行政院院长派聘之。本会委员应遴选具有法律、金融、经济、财税、会计、历史或新闻相关学士经验之公正人士担任。委员中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三分之一，且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本会委员任期同本条例施行期间。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六条，本会隶属行政院，自委员十三人至十五人，由行政院院长提名，并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之。其中两人为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由委员互相推选之。本会委员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四分之一。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六条，本会自主任秘书一人，承主任委员之命处理本会事务，并自工作人员若干人，必要时得由行政院就相关机关人员调兼之。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本会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七条，本会自执行长一人，承主任委员之命处理会务，并指挥监督所属人员至工作人员若干人办理本会幕僚作业，均就行政院及相关机关人员派兼之。各相关机关并应指派专人负责协调联系事宜。本会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七条，本会委员应超出党派以外，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于任职期间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八条，本会委员应依据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违反前项规定者，经本会委员会议议决通过后，由行政院院长提请立法院解除其职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八条，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行政院院长予以免职或解职：一、违反前条规定；二、因刑事犯罪受羁押或经第一审判决宣告有罪；三、受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九条，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免除或解除其职务：一、死亡；二、辞职；三、受禁资产宣告者；四、因刑事犯罪经第一审判决宣告有罪者。有前项情形之一者，由行政院院长提请立法院同意免除或解除其职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九条，本会每月举行委员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前项会议由主任委员为主席，主任委员因故不能出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均不能出席时，由其他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开会时需有全体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时的开议。会议之决议，除别有规定外，应有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前项事项需有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时的决议：一、附随组织之认定处分；二、不当取得财产之命令返还处分或追征价处分；回复权利之处分。各委员对前项锁定之决议，得提出协同意见书或不同意见书，并同会议决议一并公布。委员会议开会时，得邀请学者专家与会，并得请相关机关、事业或团体派员列席说明、陈述事实或提供意见。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条，本会委员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均由主任委员召集之。主任委员不可出席时，由副主任委员代理之。开会时应有全体委员过半数之出席时的通过，使得开会。会议之表决以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为通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第五条规定所谓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二、依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所谓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十条，本会应就业务执行现况与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进度，及时公布于行政院不当党产专属网站，并应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报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二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本会应定时公告其清单，并接载于行政院网站。前项清单应包含该财产之名称、内容、取得方式、现状及其价额。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三条，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如系政党或其附随组织自我国人民或以我国设立之法人或团体所取得者，原权利人或依法继受该权利之人，得于前条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向本会申请回复权利。前项权利回复处分以原物返还为原则，不能依原物返还者，举付相当之价额，但不得超过依本条例所实际取回或追征价额之财产价值。第一项申请回复权利之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本会另定之。
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五章罚则，亲民党党团提案第四章罚则，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五条，违反第十二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每逾十日得连续处罚。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一条，政党违反第七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逾期不处申报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每逾十日得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五次者，其财产视为无法证明来源正当之财产，依第五条规定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四条，违反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者，处该处分财产价值之一倍至三倍罚锾。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二条，政党违反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者，处该处分财产价值之一倍至三倍罚锾。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六条，违反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违反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答复询问或提供相关资料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以下罚锾。违反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为虚伪陈述或提出内容虚伪不实之资料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三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违反第十一条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七条，前三条罚锾处分，受处分者如有不服，得于处分送达日起两个月内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六章负责，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五章负责。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八条，依本条例所处之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经通知限期履行，届期未履行者，由本会或管理机关依法移送强制执行。依本条例应移转或交付管理机关之财产，处分相对人未于处分书锁定期限履行者，由管理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四条，同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八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十九条，依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所为之命令返还处分生效后，依法应办理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或地方政治团体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其他权利证明。依第二十三条规定所为原物返还之回复权利处分生效后，依法应办理登记者，权利人得向登记机关申请权利变更登记，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第三十条，前二条处分之执行及财产之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相关规费。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五条，本条例第十三条锁定处分书送达生效后，应办理不动产登记者，由本会会同管理机关嘱托登记机关登记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得免提出原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书。前项规定于有价证券、船舶、航空器需办理登记者准用之。前条及第二项财产之移转及之执行及移转，免缴纳执行费、税捐及规费。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一条，本会所需经费由行政院年度预算相关科目向下支应。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六条，同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二条，违反第五条规定者，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三条，违反第六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不为申报或不依法定方式申报，经主管机关通知其期限申报或补正，届期未申报、未补正或经补正后仍不符规定者，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经限期办理而不遵从者，并得按之处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四条，违反第七条规定者，处新台币5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经限期停止投资或经营而不遵从者，并得按之处罚。国民党党团提案，违反第八条规定，处新台币5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经限期转让而不遵从者，并得按之处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六条，政党违反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未于两年内返还财产者，处新台币500万以上2500万以下罚锾；经限期转让而不遵从者，并得按之处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七条，依本条例所处之罚锾，经限期缴纳、届期而仍不缴纳者，主管机关得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四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应拨给政党补助金款项内，尽予扣除抵充。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八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行政院会同监察院定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二条，本条例施行期间为自施行日起十年，必要时得由行政院公告延长之。本条例施行期间届满后，本会业务有继续执行之必要者，得由本会呈报行政院指定业务承受机关。
亲民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七条，本条例施行期间至施行之日起十年。本条例施行期间届满后，本会业务有继续执行之必要时，得由行政院提请立法院同意后，指定业务机关承受之。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十九条，本条例施行日起由行政院会同监察院以命令定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三条，本条例施行日起由行政院定之。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名称均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名称均为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名称均为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不当党产取得处置条例。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名称为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各委员提案第一章名称均为总则。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一条，为调查及处理政党于中华民国下同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之政党，其违反政党本职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之财产，或使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特制定本条例。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一条，为调查及处理政党应返还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特制定本条例。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第一条，政党后增列不当取得之财产，其余与黄伟哲提案同。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一条，为处理政党应返还之财产，建立我国政党公平竞争环境，确保政党财务透明公开，健全民主政治，特制定本条例。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第一条，与郑宝清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均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第二条文字均相同，政党财产之处理，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不适用现行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党，指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二、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指政党违反政党本职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之财产，或使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三、附随组织，指独立存在而由特定政党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盈利或非盈利性法人团体或机构。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政党中七十六年前增列中华民国等四字，第二款应返还之财产删除所取得等三字，第三款附随组织句末修正为法人团体或机构，其余均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修正为不当取得之财产，第三款附随组织句末修正为非营利性法人团体或机构，其余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相同，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与郑委员宝清等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与黄委员伟哲等提案相同，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第三条第二项第二款修正为应返还之财产，政党及其附随组织由各级政府以无偿或不相当对价取得及投资盈利所得之财产，其余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四条，
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本条例公布之日所有之财产，除党费、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为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1980年5月1日后处分财产者，应就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1993年3月10日后移转所有权或设定地上权、抵押权、典权等权利者无效，但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认定非属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不在此限。委员黄伟哲等19人提案第四条第一项推定为应返还，据末修正为推定为应返还之财产。第二项80年前增列中华民国等4字，其余与叶宜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第四条第一项据末修正为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第二项修正为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中华民国1990年4月6日后以无偿或不相当对价处分其财产者，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其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16人提案第四条第二项第四条据末修正为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中华民国1990年4月6日后以无偿或不相当对价处分其财产者，一同，其与郑委员宝清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第二项93年前修增列中华民国4字，其余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林俊宪等17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赖瑞龙等18人提案文字与黄伟哲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30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因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第三项文字与亲民党团提案相同。第四项前条第二项规定之财产，经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者，应就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之其他财产或恶意可得而知之财产处分相对人追征其价额。凡经国家单位曾公布可能属政党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亦经本会认定为所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者，其处分相对人推定为前项之恶意或可得而知。委员黄伟哲等19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应返还之财产，因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时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所得该财产之对价。依本条第一项规定，应移转为国有之财产，行政院应设置基金，用以补助社会福利及教育文化支出之用。基金之收支、保管及应用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不当取得之财产，应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时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前条后段之财产，经认定属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者，
应就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六个月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应返还之财产，应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依本条第一项规定，应移转为国有之财产，行政院应设置基金，用以补助社会福利及教育文化支出之用。基金之收支保管及应用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不当取得之财产，应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前条后段之财产，经认定属政党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应就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应返还之财产，应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委员林敬炫等十七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应返还之财产，应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依本条第一项规定，应移转为国有之财产，行政院应设置基金，用以补助社会福利及教育文化支出之用。基金之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第五条，经政党及其附随组织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认定属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前项应返还之财产，应信托关系登记为第三人所有或由第三人持有者，亦适用之。前二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依本条第一项规定，应移转为国有之财产，行政院应设置基金，用以补助社会福利、教育文化及相关学术研究计划支出之用。基金之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六条，据守增列非因自己过失之等字，其余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均与亲民党党团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六条，善意第三人于前条应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财产上存有之租赁权、地上权、抵押权或典权等权利，不因此而受影响。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与高志鹏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各提案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第二章章名为申报、调查及处理。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七条第一项修正为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
政党应将该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于本条例公布日之所有财产及1980年5月1日后处分之财产及1993年3月10日后移转所有权或设定 地上权、抵押权、典权等权利向本会申报。第二项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第三项序文修正为前二项应申报之财产如下，其余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黄伟哲等19人提案。第七条第一项，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政党应将该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于本条例公布日之所有财产及1980年5月1日后处分移转所有权或设定地上权、抵押权、典权等权利之财产向本会申报，其余与叶委员宜津等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第七条修正第一项，文字为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政党应将该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于本条例公布之日所有及中华民国90年4月6日后以无偿或不相当对价处分之财产向本会申报，其余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16人提案第七条第一项90年等字前删除中华民国4日，其余与叶委员与郑委员宝清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第七条第一项中80年等字前加中华民国等4字，其余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林俊宪等17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赖瑞龙等18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30人提案第八条第一项序文修正为政党与本条例公布日之所有财产，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禁止处分之。第一款修正为对于第四条规定之党费、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之处分，其余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黄伟哲等19人提案，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16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17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18人提案，均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30人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七条规定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视为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并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委员黄伟哲等19人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七条规定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视为应返还之财产，并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六条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视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七条规定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视为应返还之财产，并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委员郑运鹏等16人提案据末修正为该财产视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其余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七条规定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视为应返还之财产，并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委员林俊宪等17人提案第九条，政党依第七条规定应申报之财产，经本会认定调查认定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隐匿、遗漏，或对于重要事项为不实说明者，该财产视为应返还之财产，并依第五条规定处理。委员赖瑞龙等18人提案说明前加申报及等3字，其余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30人提案第10条
委员各提案第十条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文字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公司行号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与叶委员宜津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拒绝、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委员赖瑞龙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一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调查。各委员提案第十二条均相同。第十二条，本会依第五条规定所为之处分，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十三条文字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其中第三项修正为第一项之处分书应刊载于行政院公报，对外公告之。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十八人提案，文字均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十四条第一项，二个月后增列其不变期间等四字，其余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其余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等个案文字均与叶委员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等提案文第十五条文字均相同，文字为本会得依本条例及行政程序法规定订定调查程序办法实施之。各委员提案第三章张明君相同，文字为第三章组织。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十六条，本会隶属行政院，至委员十一人至十三人，由行政院院长就下列人员提请总统派充兼之，并指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除主任委员外均为无给职。检察官一、检察官二、法律、经济、财税、会计或地政等学者专家三、律师、会计师等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工会推荐之代表四、其他社会公正人士。本会委员具有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四分之一。本会委员任期同本条例施行期间。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十七条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第二项修正为违反前项规定者，行政院院长得提请总统解除其职务，其余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十八人提案，均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十九条序文修正为：本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免除或解除其职务，删除第二项，其余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
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均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第十九条第二项修正为：有前项情形之一者，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免除或解除其职务。第一项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十八人提案，均与叶宜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与第二十条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条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第二十条第二项句末修正为：但依第五条规定所为之决议，应有全体委员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其余维持亲民党党团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条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文字相同。各委员提案第四章章名均相同，文字为第四章罚则。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一条政党违反第七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逾期未申报者，处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每逾十日得连续处罚，前项处罚已达五次者，其财产视为应返还所取得之财产，依第五条规定处理之。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一条同叶宜津委员提案，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人提案，第二十一条同叶宜津委员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句末修正为：处新台币二百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罚款，每逾十日得连续处罚，其与叶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均与叶宜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二条与亲民党党团提案文字相同。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二条政党后增列或其附随组织等字，其余与亲民党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四十二条四十二人提案，与叶宜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与黄伟哲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三条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三条委员郑宝清委员等四十二人提案，第二十三条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文字相同。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二十三条受调查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公司行号违反第十一条规定者，处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提案，委员赖瑞荣等十八人提案，均与叶委员宜津提案相同。各委员提案第五章章名均相同，文字为第五章负责。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等各委员提案，第二十四条均与亲民党党团文字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等各委员提案，第二十五条文字均与亲民党党团提案文字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等各委员提案，第二十六条文字均与时代力量党团第三十一条文字相同。委员叶宜津等三十人提案，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修正为：本条例施行期间自施行之日起五年，必要时得由行政院公告延长之，其余与时代力量党团文字相同。委员黄伟哲
等十九人提案与叶怡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第二十七条第一项据中5年修正为4年，其余与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相同。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第二十七条据中5年修正为3年，其余与叶怡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郑运鹏等16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17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18人提案，均与叶怡津委员提案相同。委员叶怡津等30人提案，委员黄伟哲等19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委员郑运鹏等16人提案，委员高志鹏等21人提案，委员林俊宪等17人提案，委员赖瑞龙等18人提案。第28条文字均为本条例施行日由行政院定之。委员郑宝清等42人提案第28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这个条文我们宣读完毕。那内政部叶部长也到了现场啊、哦。那我们现在进行逐条协商啊、哦，我们开始协商来。来来来，那个我们开始进行协商。那请部长来，部长来，按照程序的来。这个我们都在宣读条文了哈，程序发言是刚刚我们委员会我们在处理我们内部的程序啊。那逐条审查的时候，我们现在叶部长到我们委员会。来，阿林伯爷坐了好久哦。国民党坐前面呢、啊，往前坐。来，这是我们委员的席次。来来来，拿。好，那个我们都按照议事的程序了哈、哦。来，那个国民党党团。也来也来，来那个我是不是请我们？这个多数党的议员可以几个席次前面，这个3个席次给国民党的委员，给少数党的委员，来，请上座，来，请上座，来，来了，请上座，前面三个位置，请来来。啊，来那个各位哈。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逐条的这个协商，好、哦。我们不是反对，严谨来说，你最起码行政院一定要行政院的版本。那个主席啊，我先请教我们叶部长一下哈，因为这个等一下了哈，我们这个程序是这样的哈，就我们现在是开始进行协商啊，那我会充分尊重各位委员发言的机会，那也请各位委员啊彼此尊重啊，那因为这个条文很多啊，那委员也非常多啊，那假如有取得发言的时候。
那那再次发言啊，不然过去我们内政委员会哦，人多嘴杂啊，这个发言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言，我一语的啊，就变成说这个议事人员没有办法去把各位的意见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假如要发言，请先举个手啊，那那要这个要发言就举手，我们议事人员就会登记这个顺序，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来。好，谢谢。我想首先我要请叶部长哈，因为他刚上任，哈、哦。那抱歉那抱歉抱歉了哈，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协商了哈。哎、啊，那协商好啊啊，所以我小念一下啊，就开始啊。我们现在进行第一啊，这个张敏来开始。来来来，名称那个部长，我请教你哈，因为毕竟哈，这你刚上任部长，那过去啊，行政院是有提版本，好，包括民进党他们也有提版本，那当然站在国民党团立场审，我们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应该要严谨，就是说应该要把行政院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提版本纳进来，甚至于民进党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民进党的版本，那那你现在当然有十几位都是委员提案，那只有亲民党有提版本，包括国民党有提版本，那我们不是怕审，也不是做拒审，但是我认为说这个一定要有一个程序，因为毕竟啊，这个是在内政部辖下，的处理模式。那现在我要请教部长，你有什么看法？尊重主席，哈、啊。你们会提你们的版本？来，那个没关系，多讲几个再让。好了好了，那叶经委员来。叶经委，首先谢谢国民党委员的关心呐、啊，哈，终于要审了哈，那谢谢你的关心，放心哈，我们虽然民进党委员有很多版本，那事实上呢，我们都一直有在自己民进党内部的这种协商整合哈，所以我们会有统一的版本，我们就在这里面呢，已经都整合了所有民进党委员的版本了哈，所以放心，我们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哈。谢谢关心呐，还是可以进行了。啊，我现在是要问那个行政院呐、啊这个，我还是提醒大家先举个手，这样因为后面有一些委员有啊，我们也尊重没有发言的委员先发言，好不好？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来，来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啊，刚刚听到叶委员提到我们民进党会有一个统一的版本，那是不是这个这么多的委员的提案要不要统一，是哪一个委员的为主呢？这样还是说你们要先再整合一个？还在我手上啊。好，等一下。那到底、那个、因为今天全部要逐条的话，看是不是要对？不是你们到底是哪一个啊？你们要全部都要？那你刚刚讲说有一个你们自己的版本，那是要依哪一个？是要依哪一个？接下来林德福委员来。要发言的举手一下。刚刚我已经表达很清楚，来来，一定要让叶部长他先上任，好、哦，让他应该做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到底这个过去，好、哦，这个行政院是有提版本，甚至于民进党也都有提版本，那现在时空环境不一样，是不是换了个位置就换了个脑袋？现在连版本都不必提了，就是由委员的版本来作为行政院的版本，我们要了解一下。那审我们可以接受，没有问题。但是到底要不要行政院版本也纳进来？因为行政院到底有没有看法嘛？对不对？总不能说只有委员的版本，然后就审。好，那接下来是谁？有记录一下吗？啊，李俊毅委员，来，谢谢。谢谢主席哦。我想民进党过去在野的时候，有时候针对于重大的法案的时候，都会一样会要求哦。虽然版本很多，但是也都会要求行政院要有一定的态度跟版本出来哦。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案子不是特定的案子，我们也希望按照过去的往例来去处理。再来就是说，这个案子当然很多委员都有提不同，在每一个条文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见解哦。那今天当然专业的行政院内政部长在这里，在我看来，很多法条是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在很多委员提的版本里面，它也破坏现有的法律秩序。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要审，但是我们自己不要逾越法律的权限。每一条，因为我看每一个委员提的有一些东西是
有一些有是真在法律上真的是有问题的哦，在立法的技术是我觉得是不够严谨的、啊那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够严谨，所以针对这一点我希望行政院要有一定的版本出来，否则我们立一个法出去最后贻笑大方，然后 也违宪，我觉得恐怕是不妥的状况、啊、那个李俊委员，立法院的议事规则写得非常清楚，所有的议案讨论都依照程序来，那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有行政院的版本或是一定有党团的版本。那现在这个讨论非常清楚，以这么多委员的版本里面、啊、那我们就针对这些版本来讨论嘛。那行政院要不要有版本，行政院自己会判断嘛，他认为必须要提他就会提进来嘛。那党团要不要有版本，其实党团版本也早就准备好了嘛。好好，那我们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序，我们现在是逐条讨论，逐条讨论你就应该逐条来讨论 啊你说一直在问说那行政院没有版本啊，民进党团没有版本啊，行政院过去有版本，民进党团过去有版本，你们也都不审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依照议事的规则、议事的程序，我们现在就是逐条讨论，现在主席问的就是章名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如此而已。主席，我认为这个案子，那个等一下，有没有人第一次要发言？有没有？我第一次。好，来，庄瑞雄。对不起，我还够。大家好兄弟，来来来来。我第一次发言哈，对李彦秀表达敬意哈，爱谁哈？这个啊，我相信刚林委员所提的，要求内政部提这样的提对案啊，一定要有版本呢、啊，这个让我很大的感慨啊。那是不是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先回去，安尼等下休困一下吼，啊，困一醒啊，你也感觉讲，哦，立法委员好像不是这样啊。从旧国会哦到新国会，你把它想想看，你过去的一个做法，我们也不太敢去做批评，但是呢，提案立法的主体在立法委员，本来就是我们该提。你什么什么法案全部都是要行政院有一个对案出来、啊、这个自我阉割啦，这每一个人都在当行政部门 的立法局，这个你叫叶部长来讲他哪敢哦，你那边提什么案，叶部长跟他说没有，我一个案没出来你们不能提，叶部长然后又要挂处理，所以这位官员老叔，所以我会觉得啊，这个国民党这个万般说法只为拖延，只为拖延啊，不怪啦，确实这个财产这么多，我会苦苦遐济条，那当然伊爱反对一下，这嘛拢合理啦吼。所以民进党其实可以体会国民党的心情啦啊，但是啊，有这么多提案呐、啊，其实也办过那么多的一个公听会吼啊，程序其实也都很完备啊。啊，这款安尼拖拖拖拖，是要拖偌久？对哦，你像迄陈昭明迄个爱困甲要死的，你也甲动员来，对不？哦，啊，所以啊，这个哦。这个整部法令啊，公听会意见啊，大家拢讲煞。我跟您讲啦，本来你免徛开，你坐咧，安尼你讲啊，你要徛开。这你到时你也分袂到啦，别人就开了呀啦。啊，叫你掩护，掩护了，干嘛当东山底下立碑？你戆个势力真正紧紧心心的，无得阁留一句啊，阁会当分一束的啦。好，来，主席，我举手一下，还是要尊重一下主席。主席，我认为这个案子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内政部提出一定的看法？有几个条文，因为过去行政权从来没有跨越司法权，但是在这一个案子第十条条文当中，行政权是拥有司法权，它是可以调到搜索票，这是有史以来法律的第一次在行政权里面的扩权。这件事情是不是恰当？未来会不会针对今天如果这个案子可以这么处理的话，以后我们自己内立法院相关的提案是不是也可以在其他单位里面扩权？这个是我们过去五权分立当中其实分得很清楚，从来没有行政权跨越司法权，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某一些条文里面，当然行政院要他一定的见解跟看法。如果我们定了一个法是把五权过去的五权分立逾越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现有的法律秩序如何去维护，那我是针对里面几个条文，我觉得是行政院一定要有自己的版本想法出来。我提醒各位哈，我们现在进入逐条协商、啊、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做法案名称的审查。好，那接下来是游美女委员。对，我这里其实要回应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立法院呢，我们并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
所以呢，其实立法呢，本来就是应该我们立法委员自己来立法。那刚刚李委员所提到的呢，就是说对条文里面有一些呢，您认为不妥或怎么样，那个本来就是进入到那个条文的时候大家来讨论的。何况我们在这一次呢，国会改革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委员会制，所以呢，事实上就是在委员会中呢，大家针对每一个条文，那逐条呢去充分的沟通、讨论、辩论，然后呢让它形成大家的共识，然后把那个条文通过。所以呢，本席还是建议说，我们应该进入到，因为前面国民党要求公听会，公听会也办过了，那审这个询打也询打过了，所以现在其实应该开始进入到逐条。那对于每一个条文有什么样的意见，大家充分沟通、辩论、讨论，谢谢。哎，主席啊，关于陈昌明委员，啊，拍谢哈，我给你请位。关于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啊。你们要拿出来，我们从来也不会反对，因为被戴帽子戴了几十年，我们戴得非常不愉快。每一次选举的时候说党产很多，国民党给你多少钱啊，其实是口袋空空的，我们不会反对。但是你要了解哦，这个是你们提出来的一种政策，也是你们转型的一部分。当然每一个委员都有提案的一个权利在，我们不可否认。但是你的政策，包括你行政院，包括内政部，你要拿出你们的看法出来嘛，这个很重要啊，不是像你们这样官员就没有担当，和人家你为安尼来冲来冲去，也卖被插个党旗底啊，你们不是要稳定吗？要成长吗？拿出来一起来比较一下，我们也了解到说，从你们新任了我们的蔡总统一直在转型正义，不当财产一定要好好处理，我们从来不反对。但是你为行政院，其实内政部啊，叫他来讲也没有什么，我讲个错的，没有什么难用。你行政院版本推出来，欢迎的态度，我们打个叫安内来信，我们不怕接受挑战，因为我每次选举都被你们抹黑到，我都很难过啊，好不好？这一点我是很恳切的要求，既然你们完全执政，也不要怕我们人数又少，哦，我是真的合理公平，大家来处理这些议案呐、啊。哦，拜托一下，恳求一下，我不搞不会的，唔知不下面啦。你要把行政院的一个态度，你说我不当财产，我真的要处理，拿出你们看法，我们都很公平，我们都宁愿接受，大家来讨论一下。照着你们这样来做，我跟你们讲啊，已经查也查光了，你们很高层跟我讲，再查也是这样子。好，那个我是不是？因为时间也12:03了哈，我是请这个部长来表达一下意见，好不好？来，来，你比较客观中道的去讲。好，谢谢主席，那个谢谢大家啊、今天因为又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有所耽误，造成大家等待，跟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那所幸能够及时到来啊，然后看到。大院几个这个委员，在过去这段期间，那考量到政党啊的这个党产的这个处理，那都有提出各自的版本。那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当程序啊。那我在几天前上任，好、啊，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啊，那基本上啊，从这个内政部的角度啊，也是非常关心。啊、那非常谢谢，大院的许多委员啊的这样子的用心啊。那从内政部的角度哈，从、啊、那脚步，那了解到这个相关的立法啊，在这个很早以前，其实法务部曾经提啊，这个透过法务部啊，透过行政院曾经提过一个版本啊。那个版本当然没有完成立法，那后来。现在仔细看到各委员的版本，那其实，固然不一定各自很相像，但是都涵盖的内涵，那基本上大概是还相当的一致。哦、那我们这个从内政部的角度呢，那非常尊重各位委员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哦、那委员们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有所协商、有所讨论，那能够形成共识。那我们内政部是相当的尊重、哦、所以也愿意在未来审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个别的问题，
那适时的表达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好，那非常谢谢大家。好，这个因为现在时间是12:05，哦，这个也有一段的一个时间了，啊，我才是你们讲要休讲，我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我还是提醒各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逐条的协商，啊，所以现在的法案的名称是待审查法案的名称，啊，那所以我也请各位委员能够针对啊这个法案名称的部分，能够具体的表达意见。那个，我想哦，这一点我要，那这个刚刚国民党党团所提的一些意见呢，啊，这个是不是部长要这个内政部行政院要提版本，民进党要提版本？这个我们当时刚刚在处理程序的时候，本来要处理国民党后来撤案，啊，所以我还是要提醒说，我们现在是在继续协商。对，但是今天部长来，我们就是要部长内容啊。对，你要不要提版本嘛？你就 yes or no，啊，你就清楚的跟我们讲。非常清楚，对不对？逐条审议的时候，对条文有意见，他们会具体提出来。啊，那我知道你行政院就是不提版本 ，yes or no 要讲啊。对啊，你要讲清楚啊。我们还是要继续进，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继续协商进行处理的程序，程序的问题刚刚已经处理过了。好，我提醒各位，所以我们现在时间12:06，我们休息，下午2:30继续进行逐条审查。好，休息。部长，你还是要讲清楚啊。你到底行政权跨越司法权，到底同不同意、支不支持嘛？你这个东西没有态度，以后是每一个法案都可以这样子处理。